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小马视频，我是小马。今天咱们继续学习 ES 六啊，呃，今天咱们的标题是，大家请看啊，嵌入字符串什么意思？咱们马上学习一下啊。好，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有两个，第一，字符串嵌入的方式；第二，字符串模板的定义。嗯、呃，听起来很抽象，对吧？咱们马上看实战演习啊，其实非常的简单。比如说，大家看。 我这定义的一个变量 name 叫什么 name 嘛口码，比如说叫我的名字啊。然后呢，我这定义两个字符串，一个是字符串一，一个是字符串二。但是大家注意看，它们有什么区别？我定义字符串一呢，大家注意看，我是以双引号的方式进行定义。当然，这单引号也是一样啊，因为在 Java 脚本中定字符串单引号、双引号一、e、是一样的啊。那么好，咱们再看下面，我字符串二可不是单引号，大家注意看啊。 这个是看起来像单引号，但是它绝对不是，它是什么？它是反单引号。您呢？看看您的键盘上绝对有这个字符啊，它和单引号是不一样的，一定要注意，它是反单引号，它是用来定义字符串模板用的。您现在低头看一下您的键盘，绝对有这个反单引号的键。如果没有，我觉得您应该换键盘了。我觉得换键盘了，现在都应该有啊。好，那咱们怎么使用啊？咱们大家注意看。 我在字符串一和里二里面，我都以 dollar 然后大括号方式呢引用一下我的这个变量 name，但是它们表现出来的效果呢却不一样。咱们怎么样看一下啊？啊，一会儿呢我会运行看一下效果。接下来，接下来我是这样，啊，因为咱们这个反单引号呢是定义了一个什么字符串模板，然后 Java 脚本在 ES6 中给咱们提供一种解析模板的方式，怎么解析呢？就这样解析。 它把模板呢解析成格式和参数的形式。一会儿呢，咱们运行，马上看一下效果。因为这个地方我要是给您讲解的话，不如说马上看效果。所以说我建文件，咱们马上运行。好，咱们试试、啊。咱们先试前半部分，一个是字符串，一个是字符串模板，看它们有什么区别啊？mystring 一是字符串。 标准字符串 myString 二是字符串模板。好，咱们看一下啊。我现在呢要打印出 string 一和 string 二的各自的值，咱们看它们值有什么不同哦。马上开始。另外，大家注没注意到我的代码里面最后没有加分号啊？因为在 ES6 中，也被 ES6 标本中就是说不强。哎，稍等，我怎么 get 了？这不强制啊。呃，可加可不加。大家请看，我输出 myString 一的时候。 模板的内容呢，原封不动给我输出。当我输出 my string 二字符模板的时候，注意看 name 这个变量呢被替换为了它真正的值，方便吧？反单以后就有这个特效，请你一定要记住啊！这个在咱们用模板替换啊、用代码生成啊等等好多的地方呢都能够使用。 呃，极力推荐您使用这种方式啊，省得咱叭叭叭。以前咱们做这个代码生成还得拼串儿吧？不用了，以后用这个模板呢，一下搞定啊。好，接下来咱们再试一下如何解析这个模板。既然反单引号的模板这么好用，咱们该解析一下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是定一个 target，定义这么一个函数，咱们来解析一下它、啊。好，咱们看一下，我呢用 target，这是函数嘛？然后呢，一个空格都不要啊，紧跟着是这个模板，租上模板。 把它传过来，这个 t a r g e 的呢，它会接收到这个模板里面的内容，然后呢，把它拆分，拆分成什么？拆分成一个叫做 Format，一个叫做参数，都是什么意思？咱们马上运行看效果。然后我把上面这两行给它屏蔽起来吧。好，咱们运行看效果，看看这个模板解出来的内容是什么。Go，大家看。 呃，我这模板呢，打出两行，一个是 format，就上面这个数组啊。大家看上面的数组呢有两个内容，你好，逗号，然后呢，第二内容是惊叹号，再见，什么意思？咱们再看第二个啊 a r g u m e s 参数，什么参数？comma。好，那咱们理解一下啊，呃，我是这么一个模板，对吧？第一个参数是什么？是你好，逗号，然后第一个参数的第二个数组的值是惊叹号，再见。换句话说。 它会以咱们变量为单位，把咱们传进来的这个模板呢分成各个数组，以便于干什么？以便于咱们整理格式，非常方便吧。然后第二种是参数，这参数是什么？就是咱们各个变量里面的值，就是、这扣码。 换句话说，ES 六 Java 脚本给咱提供了这么一种机制，比如说咱们拿到一个模板之后呢，想对它进行各种操作，那么咱们通过这种方式把它解析出来，然后咱们再加上咱们自己的信息，就能够更灵活的操作模板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请看，我 String 二的这个方式呢，仅仅是使用模板的一种方式，咱们还可以更灵活的使用，就通过我这个 t a g g y 的这个函数解析模板的方式呢进行使用。 推荐给您，您在做代码上升等等工具的时候，非常非常用得到，极力推荐。好，以上呢就是我给您讲的关于字符串模板的基本的使用方法。今天给您讲两方法啊，一个是代入使用，一个是解析后使用，呃，都推荐给您，非常非常的有用啊。好，以上呢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。今天的代码呢，我会放到开源中国的服务器，然后今天的视频呢会传到 YouTube、优酷等供您观看，推荐您呢使用 YouTube 进行观看。 好，那咱们下个 ES 六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